开始了吗？开始了。OK， 直播宠粉一直嗨，爱豆周五在 YYYY 大明星的朋友们，大家好，这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哦，为什么？什么？哦，真的一点东西都看不到哎。吃了什么？今天吃了特别好吃的东西。我现在能看到你们说话，对，可以在那个弹幕上跟我聊天。多高？多高？嗯，有跟真源比，但是没有上那个尺子去比，但是就是比真源矮个一两厘米也差不多。对。OK， 在嗯。直播正式开始前，想提醒大家，就不用刷礼物，好吧？不用刷礼物，然后认真看我直播就行了，好吧？所以多高，我也不知道我多高，大概179、180差不多吧，我估计。嗯，我好帅，对啊，我知道我很帅。哎，我好像看到一条说今天生日，哎，祝你生日快乐，好吧？想看我撒娇？我不撒娇，嗯，不可能撒娇的，好吧？多重？我想想多重？哇，你们真的很认真的在检查，看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最近好像胖了，我好像114，对，差不多，好像胖了一点，114了。歌曲推荐。视频日记啊，视频日记，我是那个我是准备有那种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会把那一天的事情录下来给大家分享，所以说叫视频日记嘛。最近听什么歌？我想一想啊，最近听的歌，我有听那个 Zico 的歌，他的新专，对，手好很多了，手好很多了，对，手好很多了。我的新歌，我的新歌的话，我其实是想，16号发的，但是，目前的话可能不太 OK， 16号可能发不出来。对，我看吧，如果可以的话，能在16号发的话，就在16号发。晚饭吃的啥？晚饭。吃的那个叫鳗鱼饭，对。怎么变白？多高我就不回答了，多高刚刚讲了。怎么变白？就是少晒太阳，多涂防晒，对，小白伞嘛。被打直。鬼片推荐，我今天又看了一部鬼片，但是好像大陆没有上映了，所以说就反正就是挺好看的一部鬼片。对，我喜欢别人叫我什么随便啊都行，就是你开心就好，你随便叫我什么都行。踢足球最近没咋踢足球，给个 wink 这样吗？很奇怪，真的很奇怪。最喜欢的科目，都喜欢，好吧，我科目都喜欢的，我不偏科。最近在跟真源一起看那个穿越火线了，对，他经常拉着我跟着他看那个穿越火线，然后跟我疯狂安利。
最近应该长高了，对，心情挺好的，心情，就是训练呗，对吧？关灯后，我回去看一下，好吧？关灯后，五三还在写，五三，快写完了，哎，没快写完，怎么瞎扯？五三写再写再写，对。预告一下团的新歌啊，就是我觉得风格还，我觉得跟前两首歌蛮像的，就我自己这么觉得，就是跟另外我们之前发的那两首歌蛮像的风格，不过主题可能不太一样。对，啥时候发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发，应该吧，应该快了，反正快了快了。学习类别，想听重庆话，想听重庆话吗？好吗？我重庆话，我小点，我小点，我会扣完，不要怂了。十万怎么样？十万是可好了，你知道吗？他最近就，他在老家嘛，然后，最近不知道咋了，反正就，逗外公外婆啊，我妈呀，逗得他们很开心，然后给他买了很多零食。肩练的怎么样了？你就是感觉还是窄，我还是想就是把肩练的再宽一些。怎么变好看？多看书，多看报，少吃零食，多睡觉。多少双鞋？我没数过。为什么？是你真的感觉你们是在查户口本来就鞋呀、洗发水呀，然后什么什么，还有啥？还有爱吃的东西啊，休息时会干嘛？我看到一个好过分的，问我脱发怎么样了？为什么这么过分啊？不，太过分了，不能问这个，他太奇怪了。初升高的建议，好好学习呗，就啥，选了啥科？我选的就文科那几科，我选的，对，因为就感觉，没有啥理科上的天赋，学的不是很好，理科。怎么长高？早点睡觉，然后变声期应该没过，变声期应该没过了，对。他急了，对，我就是急了，就怎么能问脱发的问题呢，对吧？鬼片的鬼片，我好像看到刚刚有个人刷的那个，我看的那部鬼片，刷到了，但是，你们猜好吧，我之后再跟你们分享那部电影。怎么引起我的注意？你现在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奶茶饮料，我喜欢，我其实挺喜欢喝奶盖的，其实就是，下面是水果茶呀，或者是果汁，然后上面是一层奶盖。招魂看过啊？对啊，就我现在感觉，看多了，其实你就会感觉大概知道会有些什么套路在里面，所以说，你会感觉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对。五三的答案它是单独的一册，对啊，就你怎么可能把它单独撕下来干嘛，对吧？就是五三的答案它是题一本，然后那个答案一本，对。最近热不热？今天超级热，太极还是在打呀，对吧？该打该锻炼的还是要锻炼，是吧？就是老年人。怎么练腹肌？想考什么大学？大学还没想好，我现在还在想，别的东西，就是会考的一些事情。我先把高二的会考这些弄完之后，再考虑一下大学的事吧。有没有说唱 rap
技巧，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调的，然后你得有那个语气在，你得就你不能是正常的练出来，练出来即使你练得再快，或者说字念得再清楚，其实听着还是味儿不对。对，我会弹舌，但是我弹得不好。举铁，我没举铁，最近手受伤了，然后没怎么举，医生说半年多就不能提重物，然后不能撑，所以说就没有碰这些东西。辣味还是酸味啊？我喜欢辣一点吧。对，酸的话主要是听到酸就会很奇怪的一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说到酸。那 OK， 那现在我们就来唱我的第一首歌吧，给大家准备的这首歌非常喜欢，最近听到之后就想说一定要唱这首歌。只剩下钢筋陪我疼了一天，睡着的大地轻，安静的久久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牵着你的手一起走过的街道，闭上眼睛怀念曾经拥有的拥抱，恨自己忘不掉你的味道，却知道我不能再看见你的微笑。 Understand you're not feeling better now girl， Understand you're not kicking better me girl， Who I understand I'll be driving their tears， Who will even care I'll be driving their tears now。 你要我说多难看，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我没有这种天分，包容你也接受他，不用担心的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他比我还爱你，我愿意让你走。I'm away， 也许你可能会回头。I'm away in the sense， 不管几年后。I'm away in the sense， 不管几年后，他比我还爱你，我愿意让你走。I'm away， 也许你可能会回头。I'm away in the sense， 不管几年后。I'm away in the sense， 不管几年后。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你没有舍不得。你说你也会难过，我不相信你，每天晚上一个想到就快没呼吸，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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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才会逼自己离开，我才会逼自己慢慢走开，我才会逼自己慢慢放开，我才会逼自己慢慢离开。我根本不想分开，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我没有这种天分，包容你也接受他，不用担心的太多，我会一直好好过。
他比我还爱你，我愿意让你走。I'm away， 也许你可能会回头。I'm away in the silence， 不管几年后。I'm away in the silence， 不管几年后。他比我还爱你，我愿意让你走。I'm away， 也许你可能会回头。I'm away in the silence， 不管几年后。I'm away in the silence， 不管几年后。什么歌啊？就是加尔哥翻唱的《安静》。对，哦，保护嗓子。我觉得我最近保护的挺好的，嗓子反正就一直这样。我又看到一个弹幕，刚刚问完我为什么脱发脱了多少，又问我为什么头发这么茂盛，就很奇怪，为什么会老喜欢问一些关于头发上的东西呢？就搞不懂。有看书上听我的，有在看，对，很喜欢何总，超级喜欢何总。什么？我无敌，你随意，什么东西啊？姐姐啊，好啊，姐姐，想不想锡纸烫？看吧，看，看之后会不会有类似于这样的造型会用到？想的话倒没有多想，对。哇，刚刚谁爸的叫爸爸？我真的。好奇怪哦，为什么会刷这么奇怪的东西啊？OK， 然后今天直播呢，他们给我准备了8个盲盒，然后里面是真心话还有大冒险。我等会儿会跟大家展示一下这8个盲盒，然后大家跟我说选哪个盲盒，然后我就开哪个盲盒，好吧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这是第一个盲盒，第二个盲盒来喽。第三个。第四个，哇，都还没展示完就一堆，让我开七号盲盒。麻烦等一下好了，我先把，哦，还有四个，我先把另外四个给展示完了来。第五个，第六个，对，第七个是这个哦。第七个，第八个 ，OK， 那我来看一下吧。大家都叫我开七，然后我就看一下。哇，恐怖如斯，特别恐怖，好恐怖，我被吓到了，好吧？哇，太吓人了。大冒险，完成上一位成员张真源留下的表演任务。假如有一个人凌晨三点的时候让你起来跳睫毛弯弯，你会怎么做？并留一个表演任务给下一位成员。然后我给下一位成员布置一下任务。假如有一个人在凌晨三点的时候设了个闹钟，偏要让你起来陪他跳睫毛弯弯，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你会对他做什么？会对他说什么？我会对他说，你能三点钟起床那是真厉害。那我肯定陪你啊，
对，虽然说脸上会有一种想打死他的冲动，但是行为上肯定还是会跟着他一起跳嘛，对吧？就光他这个行为，他三点钟起床我就很 respect 好吧。 OK，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哦，对，我忘了留表演任务了，大家想留啥？我有一点没有想法，想留什么？留什么？女团舞，星宝岛，为难一下他，我是想为难他呀，对啊，对啊，我是想为难一下小慧啊，对吧？那女团舞这样吧，就我想到了一个，但可能他可能会比较那啥吧，就我想到时候找一个那种鬼片里面的那种高能合集，然后让他看怎么样，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觉得怎么样？可以吗？可以的话我就定这个了，定这个咯。OK， 那就定这个，就是下一个小赫儿吧，如果抽到了这个大冒险的话，就是会有一个鬼片的高能合集，然后把它看完就行了，加油，祝你好运。那我们抽下一个吧，下一个选哪个？下一个选六吗？六，选六咯。哦，我刷到有刷八的，有刷六的。我选六吧，好吧，六的比较多，选六啦。六，大冒险，选取一段《恋与制作人》霸道总裁的情节进行配音。你们是魔鬼吗 ？OK， 来吧。你的祝福我收到了，没有条理，缺乏创意，不过勉强表示一下感谢。真是奇怪，我为什么会对你的祝福这么在意？可能我被你这个笨蛋影响了吧。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把你下次生日为我空出来，谁约你都不许答应，知道了吗？哇哦，哇哦，哇哦！我不知道，好奇怪啊！就都喜欢这样的吗？大家都喜欢这样的吗 ？OK 啊，这很奇怪呀、啊！就这个台词，真是奇怪。我为什么会对你的祝福这么在意？这句话太羞耻了吧。 OK 啊，那我们开始吧，好吧。你的祝福我收到了，没有条理，缺乏创意，不过勉强表示一下感谢。真是奇怪，我为什么会对你的祝福这么在意？可能我被你这个背叛什么鬼？什么东西啊，一秒破空。等一下，不能笑，不能打哈哈，不允许，不准打哈哈，再来一遍，不准打哈哈，我怎么可能笑呢？你舒服，我收到了，没有条理，缺乏创意，不过勉强表示一下感谢。真是奇怪，我为什么会对你的祝福这么在意？可能我被你这个笨蛋影响了吧。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把你下次生日为我空出来，谁约你都不许答应，知道了吗？好奇怪呀，这什么呀，我真的太奇怪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项在啊？对啊，为什么就感觉很奇怪的感觉，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就
OK， 那这个弄完了，我们来选下一个吧。这个是选哪个？八嘛，我看到满屏都是八，可能因为我这边吧，就怎么还有人刷九的？总共就八个，你刷九什么意思啊？我估计刷九的有80%的概率是他们六个，好吗？我估计刷九的80%的概率，绝对。选八了，选了，反正我现在看到的八是最多的，那就选八号盲盒。哇，哦。Idol Relax 什么东西，等一下，舌头都配完之后现在舌头都捋不过来了。 Idol Reaction 征集粉丝模仿 Idol 搞笑的视频图片等官方收集剪辑给 Idol 现场观看点评。什么开始了吗？打喽打喽他们真的打喽，我给你一层钱的梦，我一层三个高，你的朋友 Single Ladies This This This什么？好，不是啊，这什么啊？虽然日记变成月记，也没发百万福利，不过秃头大姐十分期待，也能等得起，只愿她平安顺利。The most important to me。 不是那个爷，为什么会用爷啊？哦，好帅。哦哦，好听的，哦，真的好听的。哇，我知道我跟 Single Lady 过不去了嘛。哎，但是今天雨落，我肩上扛，少在我面前猖狂。无论时间对我会是怎样的陪伴，不会忘记属于我们自己的羁绊。哦，为什么会有睫毛弯弯啊？哦哦。不是，为什么还会带一个我的那个啊？不是，这个都被扒出来了吗？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你的一句是别来的轻飘飘，哦换我一生解不开的结。哦，我这个为什么这么多这个呀？哦，好可爱。哎，还有啊。哦，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18立秋。今天的重要内容有距帅哥小严生日还有9天。哦，我在广东，我在福建，来自杭州，我在上海，我在南京，我在山东，我在天津，我在辽宁，我在吉林，我在北京，我在河北，我在陕西，我在郑州，我在湖北，我在湖南，我在重庆，我在成都，云南昆明。生日快乐，祝你在望一起游，是一百元好奖，谢谢。我们祝你好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们一起加油，在这里台上相见吧。 Don't waste time， 要是生活给我爱不一次 ride， 那些你一路的陪伴。 Please don't cry， 我们未来就会多么艰难，都要记得抬头看看在眼前的最贪心的 for you。Thank you for being a source of happiness for your fans and being an inspiration for people. 祝杨好翔生日快乐！在这里祝杨好翔生日快乐 ！Alles Gute zum 16. Geburtstag, Feliz Cumpleaños, Happy Birthday！ 快乐，祝你在我一起游，是一百元好奖。
想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祝你以后想对生日快乐。Alles Gute zum 16. Geburtstag. Ich wünsche dir alles. Happy Birthday.太惊喜了，就哦，哇，哇 ，OK 啊，那就那大家送我了这样的一个礼物，我也送大家一个礼物呗。下面再给大家唱首歌吧，对。许多回忆藏在心底，从来不及都告诉你，和你一起爬过山顶，现在盲盒抽到第几个了？抽还剩五个，还剩五个盲盒，我们继续抽呗。三 ，OK， 那我们选三吧。掉了。成员都说你很爱逛街，能分享一下男孩子逛街的行程吗？逛街的行程啊，就是。我一般会先去看鞋子，对，因为我觉得
嗯，搭配的话，一身最重要的点是在鞋子和那个上衣，就是 T 恤这一块。所以说我一般会先去看鞋子，然后看了鞋子之后，我会去看衣服。鞋子我还好，最近比较喜欢的鞋的话是 Sakai， 就是那一个系列我都很喜欢。然后衣服就还行，衣服主要看眼缘，就是如果看到喜欢的话我会买。对，行程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先去看鞋子，然后再去看衣服，如果钱不够了那就回家，钱够的话那就继续逛。对， OK， 那我们选下一个呗，选哪个？第四个哦，我看到了，那我选第四个。在马嘉祺提到直播有跳睫毛弯弯的时候，我为什么露出了苦涩的表情？我有吗？我觉得没有，好吧，就那可能是下意识的反应。对，我应该没有，对，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就我看到好多一直在提睫毛弯弯，就虽然说是挺好的，就那个舞台，但是我们下一个，还有三个，选哪个？OK， 我看到二，那我选第二个，好吧。最近跟岩十万有什么互动吗？什么时候能盖一张我和十万的合影？最近十万都在那个老家嘛，对，然后最近的互动蛮少的，最近挺忙的，然后互动的话应该就是我妈跟我讲了，对，但是没有太多的一些互动，因为十万在重庆嘛，对。 OK， 那我们下一个吧，还有最后两个，一和五，我们选哪个呢？先选五啊，我看到好多刷五的。之后还会有原创作品跟大家见面吗？肯定有，对吧？就前面也讲了，就是有想在那个生日的时候把我的第二首原创发出来，但是可能因为自己的一些写的东西的问题吧，就还想再写得更好一点，然后也想质量高一点嘛，对，所以说有是肯定会有的，不过我还是比较想在16号发出来，但16号我现在音都还没录呢，我还没去录音，就可能会延期，就大家期待吧，好吧，今年应该能发得出来。 OK， 那么看最后一个，最近正骨很流行，会想要尝试正骨吗？哇，正骨啊，这是什么滤镜啊，怎么这么奇怪？正骨其实不能整高啊，就是正骨为什么正骨丸长那么高就变高了，因为它本身就那么高，所以说正完骨之后才可以显得长高了，但是我应该不会去想正骨，对，因为最近骨折才好，所以说正骨的话还是过一会儿吧，对，再过个一两年我再去正骨。 OK， 那我们来说下一个环节啊，不要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一个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个rapper， 然后也是我一直以来非常喜欢的一个我的偶像加尔哥。就讲一下为什么知道加尔哥吧，就当时我是因为
啊，这我是因为好像是，嗯，当时是先听到的他的那首《巴比龙》，然后，嗯，就惊艳到我了，你知道吗？因为当时，嗯，当时我其实是不听这个风格的，我当时我会听，嗯，乐队的一些多一些，像摇滚啊什么的，像 pop， 类似像这样的会多一些，但是，嗯。自从听到加尔哥的那首《巴比龙》之后，就我觉得这个风格全新的，然后嗯，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然后就开始去了解加尔哥，去看加尔哥的综艺。对，我记得当时好像嗯，有去看《这就是冰箱》，然后也有去看其他的一些综艺，他的反正就想了解加尔哥，也有去。嗯，看他在 GOT7 的时候他的一些舞台啊什么的我都会去看。曾经有过的追星行为就是我有去在那个跨年的时候去后台见加尔哥，然后跟他打招呼，就第一次见到加尔哥就只有内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太帅了，就你不能想象，就是这么电视上你看，就是那个屏幕上看已经这么好看了，但是看到真人你会发现更惊艳。对，就当时内心就只剩下这一个想法，就太帅了，然后全程就僵在那儿，因为比较紧张嘛，就第一次见到加尔哥就比较紧张。曾经我记得我好像也有在新年音乐会上唱过加尔哥的 Red 嘛，但是我觉得效果不怎么好。对，我也自己我也有去反思了一下，就发现是自己唱法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可能直播和现场用的是两个声道，所以说会显得不一样一些。但是从那次过后还是想过了，就是还是想之后比他更好，对，比 Red 更好。而且其实我觉得 Red 其实也不太好，其实在我心目中的话。对，然后其实那次表演完之后有看回放，就也有因为效果差然后哭过。当时其实打击还有点大，不过后面还是自己重拾信心，然后现在如果让我再演绎加尔哥的歌的话，我应该会比当时准备 rap 准备更久，然后一定会比 rap 更好。对，然后就加尔哥带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不就是即使有困难你也要迎难而上。因为当时加尔哥我记得他在GOT7 时期的时候有很多遇到了很多困难，包括录综艺的时候也出现了很多比较，就换我的话我肯定不会那么淡定了，对那种事故。但是加尔哥他就不一样，他就比较淡定，然后总是很机智的去化解这些难题，所以说我就心里想向加尔哥学习。对，然后有困难的话也会迎难而上的。喜欢哪个乐队啊？我喜欢梦龙。对，多喝水。我其实我现在感觉还好了。对，我现在感觉嗓子还行，所以说就还好。
最近啊，最近在忙新歌，然后 MV 拍完也快有一阵了吧，反正对，反正大家可以期待。我觉得新歌还是挺好听的，对，然后特别是其中的某一首歌，我特别喜欢。那我们来玩个游戏吧，好吧，我们来做一个挑战，反正在那儿聊天也有点无聊，我们来玩个游戏，然后放松一下。就是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一口气全念对挑战，就是周杰伦前辈的那首歌，都没让没压没穿没没空气那个东西。然后我这边呢有八首歌，然后八首歌，如果大家全部把这八首歌全部猜出来的话，那就会有拥有三张我的帅气自拍。为什么这么奇怪啊，这个奖励为什么猜出来是我的帅气啊，好吧，没什么，我们继续往下面走啊。然后如果大家没有猜出来的话，就是我的三张搞怪自拍，好吧。其实这么一想哈，就是对比就出来了，与其搞怪，那为什么不能帅一点呢，对吧，所以说对吧，大家哎什么哎谁在那刷不猜了，谁刷不猜了，你说猜不出来就没有，好吧，就改掉，我改掉一半一半，还想一半一半不亏，你猜不出来就没有照片，好吧，不给拍，猜出来之后不给大家看，好吗？可是你想要搞怪的，不，你不想，你就是想要耍帅的。 OK， 那我们开始吧。第一个，我咪不咪小咪平咪用咪路咪路咪无咪为咪的咪长咪大咪，请问这是什么歌？为什么满屏的问号啊？我觉得我念得很清楚啊。我再念一遍好吧，我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好吧。我咪不咪小咪平咪庸咪路咪路咪无咪为咪的咪长咪大咪，不是啊，我觉得我这个很简单啊，这舌头打哎什么，我觉得我念得很清楚好吧，我们舌头绝对没打结，谁说我舌头打结了，哎有了，哎对了，还要我再念一遍，好吧，就最后一遍了，事不过三，最后一遍。我咪不咪小咪平咪庸咪路咪路咪无咪为咪的咪长咪大咪，为什么会猜蓝精灵啊？气得鼻音都出来了。哎，有了，猜对了，对，哎，有猜for you了，哎，对了 ，OK， for you 猜对了 ，OK， 猜对了第一题，好吧。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八首全对才是耍帅的，对吧？那么难，就是一口气全念对的有一段歌词是就咪让咪压咪咪咪喘咪一咪口咪气咪，就是他会把词儿夹在那个咪中间。然后呢，我现在有八首歌，我会把他们的歌词中都加上咪，就像八百标兵奔北坡，在中间加个了，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就像这样，什么啊？为什么都在我说我搞他啊？懂了，现在肯定懂了，好吧？我觉得我讲的很细了，肯定懂了，对吧？就肯定懂了，这不可能不懂的，好吧？OK， 第一个已经猜对了，大家第一题答案就是 for you。刚刚好像有人猜出来了。OK， 那我们来第二个，
关咪方咪回咪，哎，什么东西？关咪方咪的咪回咪达咪的了咪他咪的咪废咪化咪皮咪上咪亏咪假咪旧咪没咪半咪，什么什么东西啊？关咪方咪的咪回咪达咪他了咪他咪的咪废咪化咪皮咪上咪亏咪假咪旧咪没咪有咪半咪反咪贵咪下咪。什么舌头捋直一点，好，我捋直一点，再来一遍，好吧，再来一遍。关咪方咪的咪回咪达咪了咪他咪的咪废咪化咪批咪上咪亏咪假咪旧咪没咪有咪半咪反咪贵咪下咪。慢一点，那我慢一点，好吧，最后一遍啊。关咪方咪的咪回咪达咪了咪他咪的咪废咪化咪批咪上咪亏咪假咪就咪没咪半有咪半咪法咪贵咪下咪。为什么会盲猜爆米花呀？爆米花有关吗？有方吗？Oh my god！ 哎哎，我看到了，我看到正确答案了。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再来一遍，再刷一遍，哦哦，哎啊，没有了。啊啊啊！铠甲勇士怎么出来了？哎哎哎，对对对，对对对，有两个字对了。对，有两个字对了，对对对，这两个字对了，但是前面还有两个字，它是个四个字的歌，好吧。哎，对了，我看到了，对了，这题是不是算对啊？你看这不是有吗？是不是算对？是不是得算对？ OK， 这题算对了，我们往下走。 OK OK， 这首歌我觉得比上一首简单，这首歌啊，对，把第二道答案念一下，好吧？第二道答案是官方回答，官方的回答了他的废话，怕他嘴巴只会把路子喂嘛。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就猜对了，你得刷出来答案呐、啊，不然我怎么看得到？我怎么知道你对了？对吧？OK 啊 OK 啊，那么就往后面走好吧。什么说了好多遍被屏蔽了，诶，屏蔽为啥会有屏蔽啊？啥意思啊？啊，好吧，那我们继续往后走吧，往后走。第三首啊是 Give me, love me, tie me, 强me, 不me, 晃me, 会不迷晃迷会迷背迷撞迷倒迷地迷上迷。哎，哦，这个很简单，哎，这个哦哦，猜出来了，音浪，你看满屏的音浪，这个肯定算对吧。 OK， 第三首的歌呢是音浪，那么看第四首，第四首是想迷要迷和迷和咪你咪低咪空咪飞咪行咪和咪你咪倒咪触咪收咪紧咪仰咪气咪。哎，哦，这么快，这么快，哦，你看失眠飞行，失眠飞行。OK， 那么第四首歌是失眠飞行。第五首歌有点难，第五首歌我看到是真的有点难啊，第五首歌。金咪天咪是咪歌咪好咪日咪子咪心咪想咪的咪是咪而咪都咪能咪成咪。哇，为什么这么快？好日子，对，猜对了，第五首歌的答案是好日子。OK 啊 OK 啊，那么最后三首好吧，六七八。我们先来第六首，爸咪爸咪妈咪妈咪给咪给咪我咪的咪
不咪少咪不咪多咪足咪够咪我咪再咪这咪连咪带咪奔咪波咪。为什么这么快？这个哇，这个就是感觉我的帅气照片稳了，好吧？对，第六首就是妈妈。对，前面两个字我不会念，好吧？第六首就是爸爸儿子嘛。为什么满屏刷好儿子啊？什么？太奇怪了，你们不行，不行，好吧，不行。OK， 我们往后面走啊。第七个，我咪多咪想咪回咪道咪那咪个咪下咪甜咪馋咪抿咪再咪甜咪边咪吹咪过咪眼咪解咪。哦，这个也好快，回到夏天哎，对，就是回到夏天。哦，好聪明。对，回到夏天。OK， 第八首是，好像某一位朋友很喜欢听的一首歌，好吧？该咪怎咪摸咪去咪行咪容咪你咪醉咪甜咪切咪拿咪什咪摸咪跟咪你咪做咪比咪叫咪财咪算咪特咪别咪。我感觉我都绕进去了，你们家都能猜出来。那就很简单了嘛，就特别帅嘛，就帅气一点嘛，就给大家拍三张照片。我看看我躲到哪儿去给大家拍，不让大家看到。好，直播小助手上线，大家可以听到我声音吗？那辛苦我们的浩翔，就给我们留下就是帅气的三连拍，挑战成功。对，好，那才能让大家看不到我呀？对呀，您可以就是对，这样都行，只要就是看不到你拍的内容就可以了。对，我们给大家留下一点神秘感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浩翔的自拍明天会发布在浩翔的 YY 动态里，然后在明天就是浩翔的 YY 动态的话，我们还会公布今天的所有的幸运粉丝，以及明天晚上的10:30我们会在浩翔的直播间去发放浩翔的签名周边，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回来哦。不行，这样看得清清楚楚哎。大家闭上眼，大家闭眼睛好吧，闭眼睛。3、2、1把眼睛闭上。3、2、1闭眼睛。哦，我看到一个趴在地上拍。哎，可以，我趴在地上拍好吧。大家纷纷出招。哎，这样看不到了。还是看得清清楚楚。那没有关系的，其实我们就只要不看到你的手机就好了呀。大家还是期待的对吗？OK， 太好了。那不同的角度肯定会有不同的帅气啦，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明天回到就是浩翔的直播间看一下他拍的就是我们这个自拍，然后在明天的话我们也会就是在晚上10:30在浩翔的直播间发放浩翔的签名周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回来。好，那刚好我们1小时过去了，浩翔我们来为大家发放一波你就是准备好的福利可以吗？ OK 啊。好，那这边的话就请浩翔，我们这边的话提问一个跟你相关的问题，然后的话就是大家在公屏上把答案打出来，然后这边就是停屏截图。要难一点的还是简单一点的？难一点吗？难一点，简单一点。嗯，
我叔叔在啊，叔叔在。简单，难一点，简单一点，简单一点，简单一点的话就是，For you 的第二句的第一个字是什么？来喽，我现在是要倒数对吧？对对，那请浩翔我们倒数一下吧。OK， 三、二、一，零点五，零点四，开始。好，那我这边已经频频截图到一位幸运的粉丝，然后的话，是哪一位就是幸运的爆米花呢？我们明天会公布在就是浩翔的 YY 动态里，大家一定要记得回来。好，那我这边解开公屏，然后浩翔我们可以继续跟大家互动啦。OK 啊，那我记得好像在之前有在微博上发一个那个，我最爱的严浩翔名场面，对，大家有投票吗？大家投了什么？大家投的 ，Don't wanna cry。那么现在就开始呗，对吧？去大家跳一下这个名场面，好吧？哇，哇哦！没眼泪。哦，哇、哦，有一点小累。喝点水，我刚喝了好多口了都。OK 啊，那么就。再玩个游戏吧，对，我觉得再玩个游戏呗，再玩个游戏，正好借游戏的时间休息一下，好吧？
就官方会给出5张表情包，然后由我们合作讨论出这个表情包是在哪个视频、哪个活动，然后哪个大概的时间做出来的。还要让我模仿一个，对，然后模仿成功与否让你们决定，就到时候对吧？我们先提前商量一下，到时候我模仿嘛，对对，就是。我模仿的一定会很到位，因为毕竟是模仿我自己，对不对？所以说到时候我模仿出来之后，你们就直接说 OK 过了，对，就这么就行了，对不对？我们合作好吧，合作 OK 那么就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表情包，哦，这个是那是几月月考啊？我想想，月考啊，好像是月考，好是音浪的那一场吗？好像几月月考来着？我记得啊，星期五练习生吗？真的吗？是吗？真的吗？不要骗我，我记得是月考。真的、啊、真是星期五练习生啊，那就这样吧，那就定第一个答案就是星期五练习生。我要写在板上吗？不用 OK， 那就第一个答案就是星期五练习生，对了吗？不确定，我觉得应该是对的，你知道吗？对吧？你看是月考还是星期五啊？倒也，现在又有人刷一堆月考，五月月考。你看我也知道，我就感觉是五月月考嘛。月考还是星期五啊？四月月考，怎么又蹦出来一个四月月考？对了嘛，应该五月月考，到底是五月月考还是星期五练习生啊？但我你知道我的印象是他是在音浪，你知道吗？音浪，哇，有个人好过分，他说瓜娃子自己想，怎么能这样？说好的是一起想，对啊，我就觉得就一定是五月月考，六月月考，四月月考，你看我们猜对了吧？就是四月月考，那就。给大家来一个2.0好吧，他是怎么做这样？自己截图，我手机不在身上啊。对啊，是啊。对吧？我觉得我模仿的很像，是不是很到位？把到位发在公屏上。OK， 我们来下一个好吧。啊，这个这是那个去温泉度假的时候，然后夜谈的时候，对，肯定吧，这个一定是对的，就不可能不对，好吧，周五星期五练习生一定是对的，这不可能不对，好吧，这周五都模仿过了对吧，这都第三个版本了。那我就来模仿了，开始模仿了。我这样拍不到，我是右手撑的还是左手撑的？这样。反了，左手啊？真的吗？我记得是右手，我上次2.0的时候我都是用的右手啊，右手还是左手？左手。对了吗？
但是我上次第一次那个模仿的时候我是右手，对，因为好像相机拍出来它会反转，镜面反转，对。OK， 那我们下一个。哇哦，这个是那个抽签的时候吧，那是在抽啥呢？星期五练习生抽签，反正就是那是啥，也是月考吧，好吧，月考的抽签，那是啥？大家知道是啥吗？不要满屏的哈哈哈啦，你先帮忙想一下嘛，真的是真心话大冒险吗？对，我觉得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啊，他们说错了，他们说是那个什么新生日常。哇，你们说啥？你们说没有缺牙齿然后不过关，这不行啊，还要我打掉一颗牙，啥玩意儿啊。可以了吗？够了吗？我觉得可以了，其实 OK， 那就这样吧。哎，这个就是韩都预设直播，非常简单。那我就来模仿一下好吧。是这边吗？对，应该有了，我觉得肯定过了，这不可能不过，好吧。啊，这个是给那个在宿舍的日常给同伴打电话那个推销那啥玩意儿，反正就是那次小游戏了。宅家日记，对，宅家日记一定对了，好吧。哇，为什么我看到有一个人刷外公爱你的耶，什么啊？为什么还有刷外公爱你的？不够憨，还要来吗？我觉得肯定够了，肯定到位了，就不可能不到位。表情要换，哎，不够精神，小伙啊！我们往下走，好吧，往下走。来，我们下一个，没了。OK， 我相信大家一定没有截到刚刚的表情包，也一定不会发到微博上去，对吧？我还是非常相信大家的。OK， 那么就没有暗示你们，我对吧？我就是明示，就是说不能发，就是发上去干嘛？发对吧？为什么要发上去啊？所以说我就是模仿成功了嘛，模仿成功了。那么 OK， 那我模仿成功了的话，我就会有一个手写的祝福签名送给粉丝。写在哪？写在这儿，但我字写的很差哎。我看啊，没错，我看到一个包一个，都是。好，直播小助手上线，浩翔还有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Hello， 哦，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浩翔跟粉丝我们一起挑战成功了，那有很多的美好回忆。那就是我们模仿成功的话是就是会有福利给到大家，是手写祝福签名我们送给粉丝。那这边的话就请浩翔我们就是写一下手写的祝福，然后我们等一下来抽取一位幸运粉丝送出吧。
写好了，那就这样了，要给大家看吗？不用吧，字写的有点丑。嗯，好，不用了。那就是或者我们可以举牌给大家看一下，对，也是有点反光。好，那这边的话是请，对，对，请大家就是我们为浩翔打 call， 然后的话浩翔冲呀等等这些，我们可以在公屏上快速的滚动起来。然后哈，浩翔，我们这边倒数一下，三二一，我这边会停屏截图，抽取一位幸运粉丝送出哦。OK， 来吧，三二一，开始。好，那我这边已经抽取到了一位幸运的粉丝，那是哪一位呢？就明天会公布在浩翔的 YY 动态里。对，然后的话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回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那位幸运的，就是爆米花。还有就是明天晚上的十点会在浩翔直播间发放，就是浩翔 为大家准备好的签名周边，所以的话大家一定不要就是错过。好，那这边直播小助手下线，浩翔我们可以继续跟大家聊天了。 OK 啊，哦，都在刷，那是什么？那是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是花吗？为什么？哎，我很哎，我看到一个 ID 很过分，为什么脑跟头发过不去呢？对吧？好过分的 ID。不要，这是礼物吗？能不能别不用刷了，看直播就好，不用刷了。哦，我都看不到你们说的哎。嗯。哦，有了有了有了。行，啊，一会儿还有啥？一会儿惊喜啊，对吧？不能说了就没有惊喜的感觉了。刚刚禁言了啊，这本异闻录还没看完，对，最近看书的时间比较少。哇，刷的好快啊，我都看不清楚。拍微电影拍了怎么样？我感觉自己还可以更好，好吧，就是感觉可以进步更多，像是更多一些表情上的东西啊，还有台词上的东西，表情都可以再进步。练哪些体能啊？就是那叫什么，就是你把脚，这比如说是人这么躺着嘛，这样反过来，人这么躺着嘛，然后脚这么抬起来，然后有一个人把你的脚推下去，你要控制住自己的脚不碰到地上，然后再抬起来，再推，再抬起来，再推。还有就是平板支撑，平板支撑的话我们一般会撑2到3首歌，对，然后再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俯卧撑啊，马步啊，类似于像这样的。对，哇，我发现有一个人想带我去爬山诶，我们聊一下好吧，聊一下爬哪座山。叫一下妹妹，嘿，妹妹。为什么这么喜欢鬼片？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就有时候喜欢的话，这玩意儿你也没办法说出来个为什么。推荐恐怖片，我本来还想在微博上给你们推荐的。那就给你们推荐一下吧，叫昆池岩，好像是叫昆池岩吧，对。但我感觉昆池岩前面那段就比较闹着玩，主要是我更喜欢的是他后面那段，就是我觉得后面那段才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前面的话我感觉就比较简单，就我前面那段把我看睡着了，其实我就是看的后面那段。后面那段我记得我好像看到那个名场面，就是眼珠子劈得很大，然后啊，当然这么说啊，反正看到那还笑了，感觉挺好玩的。对，
OK 啊。嗯，我看我也修行好了，我头发油了没有？怎么可能油了？是叫发质非常亮，好吧？就是怎么可能油？不可能油，好吧？英语不好怎么办？英语不好，多看那种，去看那种美剧啊、英剧啊，多背单词儿就行了。我觉得。祛痘小技巧就是，少吃牛羊肉，然后，再加上就是，早睡早起，因为痘痘有时候长出来是好像是因为你的，水平激素水平失调还是什么东西，内分泌失调好像是，反正就是类似于这些杂七杂八的失调，然后，早点睡，早点起，然后多运动，再加上。少吃辣的、辛辣的、油的就行了。最想尝试的发色，我其实蛮想试一个，就是那个，翠绿色，就是比我之前那个薄荷绿更绿，然后更鲜艳的那种。但是，现在还没成年嘛，想之后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想尝试一下的。OK 啊，我觉得我休息好了，那就，再给大家跳一支舞吧。넌 내게 욕을 지워야 돼 I'm poison I know I can't take it no more
哦，跳舞真的好累。OK， 纠结这个耳机纠结了一段时间。哦哦，最近在听的歌，最近在听 Zacko 他的新专啊，对，我听了，我经常在听，袋子反了。Really？ 啊，真烦。OK， 谢谢提醒。足球比赛踢哪个位置？我踢的多的是中锋。对。我现在多高？刚刚已经回答过了，就。比真源矮一厘米多一点吧，就1.79米1.80米的样子。伙食咋样？什么？我穿的像洗碗工，什么东西啊？不太对，好吧，你这个，我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篮球谁最好？我不好，反正我的我的篮球，我感觉我是篮球的天赋点全部点到足球身上去了，所以说就感觉篮球打得不怎么样。弹舌怎么来呀？弹舌就是舌头抵着上颚，然后放松送气，它就自然弹起来了。乒乓球，乒乓球，这个必须得说一下。其实那天是我第一次打乒乓球，然后后面我就跟振源开始，就是因为赫尔是打得最好的，然后丁哥和赫尔他们差不多嘛，然后振源是比他们稍微。就稍微大家心知肚明啊，就是稍微哎呀，就稍微这样一点，然后呢，我就经常跟振源打，那我就经常跟振源打乒乓，然后从开始被他虐，然后在后面，其实我感觉我现在跟他是7-3甚至6-4开，他7-3，他6-4，对，但是我感觉随着我的技术的进步啊，总有一天。我会跟他8-2开，我8他2。羽毛球，我羽毛球也不太行，我感觉我就运动的话，就是比较激烈的那种的话，就足球比较 OK。对，我就足球比较 OK。OK 啊。我好像知道大家给我准备了很多信，对，就说我想读一下大家给我写的信。
小严同学晚上好呀，其实写这封信决定了好久，虽然被你看到的几率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哎，别说，你还真拉到针。哎，什么东西，真捞到针了。对，然后但是呢，我还是想把我想给你说的话写出来。最近是不是很忙呢？是在为新的专辑做准备吗？有没有发生什么开心的事情呢？最近发生的开心的事情真的还蛮多的。对，等到时候MV 这些发出来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吧。小袁同学有没有长个子呢？我感觉我其实我真感觉自己长了，对吧？还记得小袁同学说过最喜欢的运动是足球，我也是一个喜欢踢足球的女孩子。是的，就是女孩子。小严同学会不会惊讶呢？好像喜欢踢足球的女孩子很少吧。其实还好，就是有男足也有女足嘛。对，我也不会，而且我也好像我其实有时候也会蛮关注那个国家女足的。对，我是个比你小两岁的妹妹，但是我已经踢了4年的足球了。足球这条路还是比较坎坷的，一次次的受伤，一次次的坚持，很多人劝我放弃，他们都说女孩子应该去学唱歌跳舞，而不是整天顶着大太阳踢足球。可是我不这么认为，对，不这么认为就对了。就我觉得还是坚持自己的梦想比较好。就其他的像学习上的事情可以听一下别人的意见，但是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一些喜欢的东西，还是最好是跟着自己的心走，对，做自己就好。因为我觉得踢足球可以给我带来快乐，比如进球时那种满足感，赢得比赛时那种骄傲感，这些都可以给我带来快乐。小袁同学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吧，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没放弃就对了。从校队到区队再到全国的比赛，我坚持下来了。每次假期也都会去别的省去训练，现在的奖状奖牌已经不下30张了。呜、哦、有点厉害。现在我已经是国家3级运动员了，真的向国家2级运动员努力。因为遇见了和我一样喜欢踢足球的小严同学，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梦想，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小严同学也要好好努力，以后还要去德国慕尼黑看拜仁的比赛，那肯定会去看的，对，一定的。最后的最后就是碎碎念了，时间过得好快哦，小严同学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早睡早起，按时吃饭，在闪闪发光的同时也要平平安安。提前祝小严同学生日快乐，未来的严浩翔一定是最有担当最有责任感的人，我们万人演唱会见喽。万人演唱会见。就我觉得读了第一封信，就是想说的就是不用听外面的人他们的言语，就学习上的话你可以听一下别人给你的意见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爱好上面都说了是爱好，那肯定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对吧？那我喜欢这个，那我就坚持下去就行了呗，对吧？那么我们来念一下第二个粉丝来信。从知道你到现在已经3年了，当时你还是家族的练习生，现在你已经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严浩翔了。虽然这3年我不是每天每月都去了解你，但我也在为了我的未来而努力，所以在去年我已经是昆士兰大学的一名大学生了。呜、哦、棒，你现在已经是让人崇拜的偶像了，也是能独当一面的男子汉了。而16岁的我又是怎样的呢？前年还是16岁的我独自一人前往澳大利亚学习，离开亲爱的祖国、父母、家人还有朋友们，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年我独自一人在澳洲的时候，看到你回来后的首次舞台，也听到了你写的哇，呀，嘴巴有点瓢 ，rap 词真的给我许多安慰。你真的很棒，你也成为了一个很有担当的人。未来我们一起进步，成为更好的自己。期待你们的万人演唱会。真的，我其实，蛮佩服这种耐得住寂寞的人。之前我也有去过加拿大嘛，然后，当时还不是一个人，当时还是有家人陪伴的。但是，首先我是觉得那边的生活我不太喜欢，然后我想追逐自己的梦想，而且也有一大部分原因是自己耐不住寂寞吧。对，真的就我真的很佩服这种耐得住寂寞的人，
因为我知道就是在到那边人生地不熟的，然后一个人不认识，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然后一个人待在房间里面的那种孤独感，我很能理解，就希望你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吧，加油。OK， 读了大家给我的信，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话想给大家说。嗯，我也把这些话写成了一封信。嗯，今天也是借着这个机会，然后给大家念出来。其实记得上一次写信是很久之前，那时候有一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写什么才好。那现在我觉得已经好很多了，就也攒了很多想说的话给大家，那就认真的再跟你们写一封信吧。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其实长高了一些，好像也变得活泼了一些，想说的话也多了一些，静下心思考的时间也变得更多了一些。你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大半年过去经历了很多，也收获了很多，有了很多想要学和正在学的东西，所以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的收获，一定会有的。最近在学习创作和编曲，我感觉音乐它是真的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没有具体的形状，但是它可以影响到你的情绪，开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你会感觉你那些文字中是带有这些东西，那个音乐的旋律中一定会有这样的东西在。当然虽然说他们大部分都是片段，没有办法拼凑出什么，但我会继续努力的，以最好的状态去完成它，完善它，让他们在最好的时候和你们见面。我看到你们的来信了，你们真的很厉害，会那么多的乐器，然后运动也比我好，学习就更不用说了，你们更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闪闪发光的人生，它背后一定留下了更多不为人知的汗水，也经历过很多不以为然的视线，但是没关系，一直努力就好了。我知道你们可以，我们都可以。我的左手现在已经没事了，恢复得超级好，你们不要担心。这段时间我们都在很认真的训练，准备新的专辑和新的舞台，很快就会以全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等很久了吧？没关系，这快来了。看到有一条就是说爸妈不理解怎么办，我觉得跟父母最好的方式就是沟通，因为其实之前我爸爸也不是很理解我，但是尽量是在双方都冷静的情况下去做沟通吧，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你也有你的想法，但如果你们互相都不知道彼此的想法的话，那样的话其实没有什么用，真的，父母不会理解你的，像父母其实根本不会理解你，对。OK 啊，那给大家唱一首歌吧。对，到现在，就感觉突然念完这封信之后，大家开始莫名的伤感，没事，给大家唱一首鼓励大家的歌，好吧？享受你给我的爱 Girl it's alright， 要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 Please don't cry， 不管未来将会多么艰难，都要记得抬头看看在眼前的。我记得2017年我离开了重庆，
怀着未来的憧憬，带着天真的童心，眼神射着网络上同频的谩骂，都在说我势力，我容易被判罢，可是谁能明白我真正的想法？我不想平庸碌碌无为的长大，来自家人的压力使我渐渐变压抑，曾经看到恶毒言论也会喘不上气，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句放弃吧，只能默默练习练习继续抗议他。每当我辗转反侧，内心忐忑，你们总在生活支持着我，不管道路多坎坷，你想这首歌是感谢的话，没有你们我应该会胆怯了吧，无论世界对我会是怎样的批判，不会忘记属于我们自己的羁绊。要享受你给我的爱， Girl it's alright， 要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 Please don't cry， 不管未来将会多么艰难，在眼前的璀璨星海 for youFor you, this song's for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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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song's for you, for you。 当我不再去关注别人的看法，内心早已麻木，一点没有办法，这成长的代价付出实在太大，他们每个人脸上的面具实在太假，难处太多就怕有天会说漏嘴，想成为大爱的小孩他已经后悔，付出后去失败会不会稍显狼狈，无数次在夜里哭着问到底配不配，关上自己的房门，事情只能记一半，把笑脸留给他人，眼泪只给自己看，这一路走到现在已经物是人非，曾经经历的困难让我身心疲惫，我想谢谢你们一路上对我的陪伴，和我一起把曲折的路变得平坦，我曾遗憾过自己的嘴不会说好话，但有你们在身后我也绝不会倒下。要享受你给我的爱， Girl it's alright， 要谢谢你们一路的陪伴， Please don't cry， 不管未来将会多么艰难，都要记得抬头看看在眼前的璀璨。 For you my baby， For you my baby， This is for you my babyFor you my baby, For you my baby, This song's for you, For you。 哦，唱自己的歌，好像第二段的第一句好像卡壳了，不过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累了的话就抬头看一下璀璨的星海。OK， 开心一点，你听这个音乐多开心啊，对吧？下一个是那个团员默契大考验，什么？就是有五张小卡，然后上面有五个问题，然后是抽吗？我看看。哦，是一张一张啊。哦 ，OK OK， 那我们开始吧。谁的上台谁的口头禅最多，请模仿六位成员并猜出正确答案。这可能需要某种情境表演啊，就比如说我在前面，他在前面走着，然后我过去，我踩到了他。哎呦，嗯哼，很不 OK 耶。哎呦，对对，是翔哥。时代少年团中京剧王是谁？我觉得的话是翔哥。
因为他有一句话让我记忆很深刻，是说的是儿子是妈妈的沙包，因为扛揍。真的实话，我当时听到好像是这个意思，因为我老是看到我姐姐打我侄儿，我就觉得，而且我打我侄儿，我侄儿又不哭，真的是不是真的扛揍啊？真的扛揍，真的。时代少年团中谁的小名最多？请说出其他六个成员的一个小名。想翔，哦，时代少年为什么会嫌弃的说哦啊？叫外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如果真要评的话，那就来一个，我觉得应该是翔哥吧。时代少年团中分别用一个动画，我是比较动物动画片人物形容队员，他们分别是什么？为什么？下一个是浩翔，浩翔，接近一下答案，那就熊大吧。看大家都在打熊大，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像熊大，熊大，他跟熊大有相似，哦，有相似的地方吗？哪儿不像啊？对呀、啊，行吧，那就熊大了，就这样。对呀、啊，真的，我有去问过成员为什么我像熊大，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当时满屏都在刷熊大，熊大，熊大，然后他就说熊大吧，就熊大吧，什么？因为憨吗？我觉得我不憨，好吧，谁憨？谁憨谁知道，好吧，反正不是我，嗯，那我来回答一下。给我的一些问题吧。时代少年团中谁最注重身材管理？我觉得是马哥，因为马哥他有在适当的就是增肥增重，反正因为他好像是太轻了，然后就是叫他多吃一点，然后长胖一点点，这样的话就会看着更好看一些，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是马哥他最注重他的身材管理。 OK， 那么第二个，时代少年团中如果选择的话，最想和其他成员，最想换其他成员的身体的哪个部位？我其实蛮想换真源的那个肱二头肌，因为他的力气特别大，然后我看他那个上次就是这么，然后在镜子面前这么照，哇！我说哇哦，我进去真的就是一句哇哦，就是看着超级有 power， 就特别特别特别的喜欢。所以说，他的身体的话，身体部位的话，我是比较想换他的肱二头肌了。对，我的比他看着就会显得更。他的更厚实一些，就是看着那种力量感就会更厉害，就显得更有，他可能显得他的肩膀更厚实了，我觉得。对，时代少年团中谁是大胃王？这个得需要想一想。我觉得多，但是你要说大胃王的话，真源是那种他吃得很快，然后他能吃很多。然后但是小贺呢，是他能一直吃，就是他是吃膀光光光光光光光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一直在吃，他是不停的那种。那真源有时候停了，小贺还在吃，然后小贺吃很久。就我觉得量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贺比较多吧。我觉得贺应该是时代少年团的大胃王，就是真源是吃的快然后吃的多，但是贺呢是吃相同的量然后吃的慢但是吃的很久。对，我觉得应该是赫尔。所以时代少年团之中谁最喜欢换微信头像？这个很简单啊，这个我记得马哥最近好像换了三四次吧。对，但是最不爱换头像的是丁儿和耀文，是最不爱。丁儿、耀文、亚轩，我其实咱们都不是特别爱换头像。时代少年团中谁最喜欢在微信群聊里说话？我们的群聊是建来真的就是拍的，你知道新出了一个叫那个拍一拍吗？对，但是要说谁最喜欢说话的话，是真源、亚轩和耀文。我记得上次，我记得清清楚楚，
上次在那个群聊里面发那个葬爱家族的那种文字，什么什么什么如果爱请痛爱，如不爱请离开。大家都在问为什么没有赫尔，因为赫尔他不参与这个东西。赫尔虽然说就他们的土味不是一个土味，赫尔喜欢的是那种反正就是那种另外一种土，然后呢他们三个喜欢的就是另外一种土，这个两种土呢它是不一样的土。对，然后什么他们还在对话什么你最好一直追着我跑，不然的话我会很快把你忘掉，类似像这样的。然后还是那种火星文，你知道吗？有些字儿我们还在一个字一个字去看，哎，马哥这什么字儿？哎，我也不知道，你再看一下吧。哦，好吧，好吧，反正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来看一下 ，OK， 哦，回答完了，这是第一个问题，五个问题已经回答完了。真的、啊，没有开玩笑，真的就是，他们当时在群聊里面这么发。赫尔也说，赫尔是看那种非主流视频，不是非主流，就是那种土味视频。对，就赫尔更偏清晨小伙呀。然后，亚轩、真源和那个，耀文的话，他们是更偏葬爱家族一些。好，直播小助手上线，好想我们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Hello， 那我们又将近就是一个小时过去了，那我们还有最后的就是八分钟，那接下来的话就我们再为就是浩再为我们的粉丝们发放一波就是浩翔准备的福利吧。对，那还是请浩翔我们这边的话就提问一个问题，然后的话粉丝们我们一起在公屏回答，然后我这边会精心截图一位幸运的粉丝，然后我们还要再说一下哦，就是刚才浩翔我们的那个自拍以及所有的中奖粉丝的名单都会明天公布在浩翔的 YY 动态里，还有就是明天晚上的10:30我们会在浩翔的直播间去发放浩翔为大家准备的签名周边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回来不要错过。好，那这边的浩翔我们想好那个问题了吗？今天我穿的什么颜色的鞋子？我为什么？好，那请大家就我们一起把答案打在公屏上。为什么答案还不一样啊？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哦。OK， 我现在是不是得倒数？对，那请浩翔我们这边倒数一下，三二一，三二一，停。好，那我这边就是接取到了幸运的粉丝，然后的话请浩翔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白色鞋子。好的，那这位粉丝答对了。那好，我们这边的话是哪一位幸运的粉丝呢，也会明天公布在浩翔的 YY 动态里。好，那我这边把就是进公屏禁言打开，然后的话浩翔我们可以跟大家继续聊聊天了。 OK 啊，不是彩色啊，怎么能是彩色呢？穿彩色鞋子多违和呀，跟车车对吧。口红色号是啥你问我还真不知道。想听 Nanami 哟 Nanami，小百万最近好像我妈妈好像把他送人了，所以说就不知道百万最近怎么样了。对，下巴怎么了？对，因为下巴这儿长了颗痘，最近一直在那个清理这个痘痘，然后贴痘贴啊什么的，但是好像他还是在发炎。对，就是大家最近一定要注意饮食。我都不怎么吃辣条，真的啊，就是少吃辣条，我都不咋吃辣条。键盘学的怎么样了？最近还在准备新歌，键盘课都没怎么上。喜欢什么动漫？我想想，我最近在看的动漫啊，我最近有在看一个叫《盾之勇者成名录》，盾勇，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
七龙珠我也在看，海贼王我也在看，然后火影忍者我是看完了，海贼王我是看到路飞他们刚进和之国，七龙珠的话我是看到那个打魔人布欧了，魔人布欧，但是好像魔人布欧好像很强的样子，所以说啊没打得过第一次打。群名是啥？群名是那个1234567。对，我们的群名真的就叫1234567。厨艺怎么样了？厨艺，我感觉我最近就是有学会，做蛋挞，而且做得非常成功。所以说，我觉得我不是厨艺不好，我是把天赋点从那个做食物转移到了做甜品身上。对，我做甜品可能会比做什么。菜呀、饭啊会做得好一点。部队火锅，部队火锅那挺简单的呀。对啊，高中的课程，高中课程就是刚开始的话它是还是在讲初中的课，然后后面他会慢慢的往高中的课程上面靠。对，就刚开始你会觉得还行，就能跟着上，然后后面的话如果你一节课没有认真听，那后面你就完全听不懂了。所以说就是高中的课程你还是得认认真真的听。对，安娜贝尔我看过了，都看过了，就招魂一二，然后安娜贝尔我也看过，都看过，和同学关系不好怎么办？关系不好，和同学关系不好，得看是什么原因啊。就你要是真的想跟大家关系好的话，你也找原因啊，就是他的原因还是你的原因，对吧？从清华，我就从清华说了两次了。那是第二次从清华来吗？跟你们用从清华聊天吗？成员北组啊，成员北组的话，我的比较无聊，我的比较无聊，我的比较就是我其实备注给大家备注的都是除掉性的，比如说二马哥和第二哥不太一样，其他的都是就是马哥和第二哥马哥和第二哥的话就是哥丁哥。然后另外的就是要么就药丸、亚轩、真源，鹤的话就是贵族的小鹤。重庆话 rap， 我都是要不到台，我都是要不到台。还想要什么宠物啊？想的比较多。我其实真的很喜欢猫，对，很喜欢猫，超级喜欢猫。我想多养几只猫。其他的话，我会再想养一只鹦鹉啊、鸟啊什么的。对，鱼我也想养，但是，我怕养不好，千万之前就没有养好。OK 啊，那么今天的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吧，然后我还有那会还有其他的安排，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呗。直播宠粉一起嗨，爱豆周五在 YY， 每周五来 YY 和你爱豆相见，期待下一位爱豆，看你的，拜拜。好，那今天辛苦我们浩翔，然后